嘅第一次嘅節目啦。咁我係Yusi啦，我哋今日就準備係講一啲關於小提琴嘅聲音啦，有啲唔同嘅小提琴俾大家對比嘅。大家可能會已經聽到啦，我哋周圍有啲小提琴聲嘅，然後咧我哋就會將嗰啲琴咧攞出嚟。今天就請到龍老師就為我們看看這個第一把琴，第一把琴是什麼琴啊？哇！Stradivarius 1727哇，其實我就一直都賴開這把琴，應該剪了。通常呢我們看到Stradivarius，通常我們拿到琴都會這樣說，覺得又是Stradivarius，但怎知道呢這隻原來是真的喎。你好。我好像看到是Guadagnini咯，知道嗎？招牌很好看啊，招牌上的。假的。未必是喜歡聽就可以了，試一下這個，但是很漂亮的樣子，有年份的，你那個拉了先介紹，拉了先看，拉了先看，我們都不知道這琴是什麼，我聽聲音，是你的嘛，我都是借回來的，暫時我保存住，在站啊，对，没有粘其他线啊。我想问你是第一次拉小提琴吗？第一次拉 strat。哇！给些掌声，大家。没有些掌声，大家。我不相信有一个演奏家是第一堂课就拉 strat。没有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、啊，没有一个人，一个人在地球上面没有一个人第一次摸小提琴，第一次摸 strat。什么叫我？什么叫 strat？ 就这个就 strat 了。刚才你摸那个就 strat 了。strat 是最有名的，就是 strat 了，就是，譬如说你地球上没有一个人第一次就可以上月球，就是你了。中了六合彩了。就是你了，就是你了，就是接着第二个就拿这个琴，就不得了。就是 Strat 是个名牌琴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说小提琴一定会说到 Strat， 然后你拿弓子，一定会说到 Strat。真的很紧张，太没有
别的名字可以不知道，就是手不能碰，就是你可以碰到，但是你不要就是这样子握紧了，它就影响到那个弦了。我们还是像刚才那样子啊，低音的那条弦，然后拉到最外面的那条弦。那个进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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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步了。他已经拉过 thread 了，不担心，对对对对，不担心。这条我只能拉这里，不能拉这里。你现在充分表现了暂时学的，暂时学的，再拉这个，这里可以。以后你可以拉。那个声音好。干净啊，清楚啊。对，我还是觉得这个声音是最响的。我觉得是不是我猜啊，是因为老师有经常有可能因为这是你的琴有 practice， 所以我没有 practice。我有 practice， 你没有 practice。你都拿的这样声音，我就很自卑了，知道吗？我就说比起前面的，可能他的可能声音更加响亮，是因为可能经常拉的原因吗？是不是？不是，是可能是他的木头的。那个声音好，那个好，是缘分。哦，对对，真的。缘分呐、啊。这个节目拉琴就是很谈恋爱啊。第一版、第二版，可能因为我知道了它是一个古董琴，我就弹起来就很有年代感，但我也很紧张，因为就是很怕就是万一就是弄不好就是几百万的价值损失，所以我就弹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它非常的贵重，对。然后对于第二把、第三把，可能像第三把、第四把年代可能稍微新一点，就是1990年之后的，我觉得就是第三把我感觉就是很雄厚那个感觉，然后第四把就是声音比较亮。然后刚刚也请教了老师，我觉得可能他是跟你弹的人，还有你的琴的材质、制作手法都有关系。但总之，我觉得四把都是好琴。完全真的。嗯，今日好多谢龙老师啦，同埋 Veronica 过嚟帮我哋试呢几把琴嘅。大家如果想估下个价钱咧，可以喺我哋留一啲评论区啊，留低你个价钱。如果中咗嘅话咧，咁我会私信翻你，话俾你听，你嗰个就系正确答案啊吓。咁當然啦，隨住嗰個年代嘅增長，可能呢啲琴咧都會升價，特別而家通脹得咁犀利啦，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，關心一下而家琴嘅價錢，都可以同我哋查詢一下。我覺得咧，頭先 Veronica 講得好有一點嘅，佢話可能隻琴拉嘅人都會令到隻琴嘅聲音係向唔同方向去改變。我成日同啲學生講話，你俾心機發好個聲，你隻琴會升得快啲。如果你啲音成日都拉唔准咧，即系琴音会越嚟越差嘅。我系相信呢样。如果你俾心机发音，每一个音你俾心机拉好佢，拉完佢，拉靓个声，即系琴嘅声系会越嚟越靓。咁大家睇下之后仲想睇一啲咩节目啦，都可以写信俾我哋，都可以留言俾我哋。咁我哋咧就会睇下我哋可以做得到一啲咩节目，我哋就做啲咩节目啦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